大家好呀，我是妍妍。最近我迷恋上了那个大丽花、小丽花，我今天买了好大一箱，也没有好大一箱，反正就是好像是80块，还是79块多，反正就是80块嘛。80块的那个大丽花装球，平均的话是五块五一个。这会儿我来把它种上，我觉得那大丽花还挺好看。看吧，我的80块，我刚刚看有的种球上面都已经在出那个小芽了，你看这里，你看这里都出芽了，我要赶忙给它种上，现在正合适种这个大丽花。我昨天去种花在那边给他们，把裤子给我扯烂了，现在是他们在弄。给它带到放到这里，浇水方便。像我觉得除了多肉不需要天天浇水，我觉得这些花一旦缺水就很容易长不好。这个是弄的那个撇的那个营养土，它跟我们种多肉那个都不是一样的。嗯，应该差不多了吧。我要写名字的。这个是紫色，我先把它弄到放到这里，这个放到这里。它那个紫色我可以直接贴到八的高头嘛，真是的。我等会儿统一来贴拍一拍。哎，这个名字有点特别的，公主。你看这儿都在发芽了，这种。他们说，5月份之前种是最好的了，我们再不种都晚了。把这个芽点朝上，等会儿再敷一层土。那个戴眼镜子在大棚后头一会儿，眼镜都是雾的，啥都看不清，热得不得了。这个土有点多，先把这个盖住，盖住。这个还没发芽耶，晓得发得出来不？无名字的弄到这儿，到时候好标个无名字。这是啊，明黄，它是不是粉颜色就叫明黄？黄颜色的。对呀。你看看，种好了，我下午拿点排过来，一共是18颗，看能成多少哈。我这个是草土，我先给它闷一两天，然后再来浇水。这本身里面就有水，哇塞，这种球，好像一大片大丽花，不知道能不能成。